这些灵能协会还没回应，他们是不舍得交出灵能资源，还是根本不在乎自己学生的死活？耐心点，老妖，协会不可能不管。灵能协会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 守护我们的，阿龙，别做没用的事，凌乱，别阻止我，我跟他们拼了！白痴，凭你那点三脚猫功夫，你以为你能打过他们？大家一起上！ 阿豪，陈杰子，快走，其他人怎么办？丢下他们不管吗？这话真好说心，就之前也有人对我说过。就是这孩子丢下别人不管，自己先跑了。这五个孩子被困在湖心，雷佳那兔崽子的大好，竟然抱着那唯一的浮球游回来，把其他脚抽筋的小朋友扔那儿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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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的，对不起。妈妈。 他们为什么要骂我？浮球太小了，五个人一起的话都会沉下去的。我先保护自己，真的做错了吗？先保护好自己，别管其他人。快走，从地左岸的地方，从侧面出去。那是乱起来了。 看来是时候动手了。往哪儿跑？什么？没错了，阿豪，协会已经派灵能者来了，是疾风，最近人气很高的新晋四星灵能英雄，速度很快的那个，原来早就埋伏在外面了。好快！ 看到两个，啊，真的，在哪儿？别找了，管自己就是。等他解决完所有歹徒再，他怎么把剑收起来了？不对啊，胸头应该有四个，他刚只看到三个，还有一个在人群中呢。疾风，疾风，听不见。 走了，不管了，我先逃出去再说。喂，是，全部解决了，学生在往外跑呢，善后工作交给你们了，我先撤。不好，去死吧你！疾风，小心！其实我也没有不管他们。 我先游上岸，然后大叫，引起灵能者注意。大家才得救的，我是想当英雄的。真卑鄙啊！疾风想躲在人群中偷偷就把我们干掉，幸好我留了个心眼儿，及时发现。 这下麻烦了，我本想学着你的样子混在人群里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，这都被你躲过去了。是不是你这臭小子？说，你该怎么死才能补偿我？你去看哪儿呢？疾风，你居然连人质也！我先保护自己。
真的做错了吗？我是想当英雄的。检测完毕，目标对象达到要求，恭喜你获得一次复活机会，是否接受？我本想学着你的样子，混在人群里把你干掉。要不是你这臭小子，我就得手了。说。 你要怎么死才能补偿我？喂，别伤害那位同学，有事好商量。行啊，只要你把剑扔掉，我就放了他，很公平。就这脑子，也被和我谈公平？可是，如果不扔掉剑的话，什么？不肯？ 你不是协会的英雄吗？要不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不在意他的死活？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协会的人都虚伪至极。够了，住手！只要你放了他，剑给你。哈哈哈！白痴，没了剑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 你这货，眼睛看哪儿呢？齐风，你居然连人质也！本台报道：昨日晚8点，温城学校发生凶徒挟持事件。 协会4星灵能者疾风成功解救250名师生。据目击者称，当时4名身份不明的凶徒闯入校园，手持凶器，挟持了数百名正在上课的师生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守护每一位市民是我们的义务。作为灵能协会的成员，我们拥有特殊的能力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拥有一颗为市民服务的心。 对不起了，同学，情况紧急，现在不解决它会造成更多麻烦，很可能大家会再次受到威胁，所以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你是为大家而牺牲的英雄，我的刀很快，你不会感到太多痛苦的。安心。喂，出了点小意外，确定解决了，死了几个学生，让公关部处理一下吧。 检测完毕，目标对象达到要求。这什么东西？恭喜您获得一次复活机会，是否接受？复活？甚至不用这么憋屈的挂掉吗？那当然选择。是。宿主接受复活，系统绑定，开始修复。 修复完成，复活奖励，宿主获得一次俘获能力，是否发动？俘获？又是什么？给我的心境啊！不过对我好像没什么坏处。修复完成，复活奖励，宿主获得一次俘获能力，请确认是否发动。如果能给解封那家伙。 那就发动吧！我做事还不放心，以绝后患。什么？福祸疾风能力解析中，游走完美级，驱蛇斩完美级，压叉高阶级，呼吸法入门级，宿主可选择复制其中一项。
刚才砍得那么深，居然还没死，那就再砍一次。 把你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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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用的是他的技能，这回该死透了，血！ 白复活了！啊！又搞什么？ 俘获一号小弟疾风，操控完成。主人，啊，什么情况？疾风，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俘获能力复制，宿主获得并且吸被咬对象活性基因，可选择对方一项能力进行复制操控。 宿主将系统因子注入对方体内，改写其基因序列，使其听命于宿主。啊，这也太 bug 了！我咬了一下它，就这样了。我要是把全世界的人都咬一遍，我岂不成王了？真的假的？这家伙刚才明明一心要砍死我的。对不起，主人。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仔细想来，晚上这次漏洞百出，在有这么多人质的情况下，完全不谈人质就解决。万一绑匪突然失控，放心吧，协会与他同在，牺牲多少人都是有可能的。为了制服凶徒，牺牲几个普通人很正常。堂堂疾风，居然说出这种话，还是自己的执念。 整个协会不会都和你一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吧？这个我不清楚。真的听命于我是吗？那你自我了断吧。是。啊？什么？停！还真是完全服从。算了，反正我也没死，暂且先饶你一命。 不过，当然也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你。把裤子脱了，我要拍点视频，让大家知道你的真面目。是。哇哇！哎，短裤不用，穿上，快穿上。好，这样，来姿势，腰饶一点，挺胸，抬头，撅屁股。哎，对对对，眼神再迷离一点。 谁能想到高傲的疾风还有这一面？拿给那帮女生看，他们肯定会疯掉。来来来，再来几个姿势，对不对？咬一下嘴唇，走两步，走两步。<笑>玩够了，玩够了。来吧，再把晚上的事情如实讲一遍，公布你的所作所为。嗯，疾风，怎么这么久？ 疾风，怎么这么久还不出去？大家都在外面等着呢。嗯，你们……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快穿上，全部穿上，别愣住那儿了。嗯，这人是谁？
和疾风一样，是协会的灵能者。他知道疾风这次行动的所作所为吗？同学，你也快点出去吧。你家长一定心急如焚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比较稳。妈，小乱，灵乱，小乱，你终于出来了，到底在里面墨迹什么？<笑>我没事。小乱。 你身上怎么都是血啊？快去检查一下！我真的没事，妈，我好着呢。疾风，等等，能耽误几分钟吗？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你们聊，发布会在10分钟之后开始哦。嗯嗯，谢谢。什么事？也没什么重要的事了。 就是想问问，昨晚那位小男生真的只是粉丝吗？这不关你的事。<笑>我只是好奇了。哎，对了，待会儿新闻发布会的稿子写好了吗？我帮你看看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安静，别说话了。牛顿曾经说过啊，万物都受引力影响，分值不足，如想再次激活发动俘获能力。 虚扣除50点积分，目前积分0。什么嘛？咬人能力原来不是无限使用的，之前是因为特殊情况给我的复活奖励啊。用积分兑换能力，可怎么获得积分呢？祈祷。哦，主啊，赞美你。还是有什么密语？妈咪妈咪呼！喂喂，系统。 你倒是给分说明书啊！算了，想不动了。复制了疾风的技能之后，就特别容易饿，强劲的体格很耗能量啊。喂，凌乱，凌乱，嗯，干嘛？猪头，不，周老师，站起来！刚才牛顿讲了什么？重复一遍。 牛顿，那个，老师，都怪昨晚的凶徒，我还没缓过来，才一时走神呢。昨晚那么惊心动魄，今天却照常上课，这也太恐怖了。那只是个意外，现在学校加强巡逻，你们很安全，离灵能考试可不到2个月了啊，把心收回来。可是老师，真的是意外吗？ 学校平时就有异能者把守，昨晚那帮凶徒却恰好在换班的间隙挟持学校，中间可只有20来分钟，他们分明是准确利用了这个空档。换班时间是指提前一天定的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只有教导处有安排表，对吧？你的意思是？哼，凌乱，你是说教导处勾结凶徒挟持学校吗？王天浩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是你说只有教导处有时间表，还能什么意思？我只是觉得事情有很多疑点。昨晚有好几个教导处的老师为保护学生而受伤，你居然怀疑他们？我没有。好了，这是物理课，不是推理课。凌乱，后头站着去。蠢货，被罚站了吧？干嘛针对我？招你惹你了？诬陷老师。 来自中大勇的反感分值加一，啊！被老师骂能得积分，终于下课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罚站这么久，爽不爽？别叨叨了，快扶管人一把！我快饿死了，长这么大就没这么饿过。一会儿快请我吃个饭。哼，就是不巧我昨晚自习课请假。 否则用不用疾风出手还不一定呢。就是，浩哥，你可是全校最强，高考一定会考上灵能专业，成为真正的灵能者。什么话？浩哥现在已经是灵能者的实力了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会尽力帮助大家的。我感觉自己可以吃掉头牛，才不会像某人自私自利，只想着自己逃命。凌乱，听说你昨晚只顾着自己逃，完全不管其他同学的死活。 是，我听到凌乱说了，我也听到了。自私自利，就是这样。来自包小鱼等同学的反感
积分加十，怀疑老师。啊？怎么他们反感叶家积分？王天浩，你说什么？实话实说而已。陆家好，我劝你离这种人远点。近墨者黑，你也算有点资质，说不定有希望考上灵能专业。别被小人拖累了。你今天是故意找茬的吧？收回刚才的话，否则……否则怎么样？打我？ 就凭你们两个废物也想打我？嘿，我可是全校最强！啊！殴打同学，来自王天浩的反感，积分加五。果然是做让人反感的事才会加分，这什么破设定啊！那不等于是？ 让我坐进坏事才变强，这系统也太恶趣味了吧！别人家里都是装枪、氪金，说骚话就能变强，我这是要当坏蛋算什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感觉有点冷？乱！啊，浩哥，我不是来的正好，是你先动手的。 我不是有意打你的，想跑？你以为你这废物能逃出我的手心吗？见识见识王家绝学，轰雷掌！浩哥，他人已经没影了。人呢？喂，阿豪，我在学校后面的自助餐厅。阿豪，坐坐坐！王天浩在满世界追杀你，你还有心情吃饭？ 哎呀，饿呀！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不是存心打他，都是为了测系统。老板，他已经吃了四个披萨、两只烤鸡、五份牛排。暴饮暴食，来自陈月半的反感，积分加一。这倒霉系统，平时他是嚣张，但也不敢随便出手。你这不是给他理由打你吗？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一下课就溜呗。 幸好明天周末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他？这人虽然讨厌，但实力强也是真的。毕竟家里有那么大的公司，能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灵能药剂，像喂猪一样喂。突破成为灵能者是迟早的事儿，你还能躲灵能者一辈子？要不你也试试灵能专业，成为灵能者吧？我就算了吧。我觉得你挺强的呀，我应该是打不过你的。如果 是因为没有灵能药剂的话，我家里应该可以多给我一些。我送你。哎，打住打住，兄弟归兄弟，谈钱就免了。不过这顿你请啊，一只低阶基因药剂就要大几千，这花销可不少。你总不能让你爸再养个儿子呀？算了，我也不想成为什么灵能者，我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。哦，好吧。 昆城高中发生一起凶徒挟持事件，在这危急时刻，我们的英雄疾风挺身而出，凭一己之力击杀四名凶徒。哦，是疾风！啊，疾风！啊，原来今天有昨晚事件的发布会。疾风，他会怎么说昨晚的事呢？下面有请四星灵能者疾风。 各位，很遗憾地通知大家，疾风出席不了今天的发布会。其实，在昨晚与歹徒的激斗中，他为了保护学生，拼尽全力，受了多处暗伤，就在刚才，暗伤复发，不得不送去紧急治疗。疾风受伤了，多处暗伤，原来昨晚战斗这么激烈吗？啊，疾风受伤了？怎么可能？ 昨晚他最多只受了些轻伤，怎么会需要紧急治疗？通知：疾风死亡。什么？或许近期疾风都无法和大家见面，祈祷他早日康复吧。难不成是因为疾风要说出实情，所以就被抹杀了？可恶！灵能协会到底是个怎样的存在？ 灵能协会应该不会做赶尽杀绝的事吧？我记得当时灯光很暗，而且我还满脸血污，前后他只见了我几分钟，
也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没理由认出我。肯定是这样，否则那个女人早就找上门了。如果灵能协会知道我有咬人能力，实在太危险了，肯定会像疾风一样被秘密干掉。必须更加谨慎。嗯，下周一还要面对王天浩的贼子，人生太难了。妈，有吃的吗？ 小乱，我马上给你做。这古古怪怪的。林乱啊，林乱啊！是胖婶，搞什么？林乱，你妈投了多少钱？啊？什么投钱？权健制药厂在募集近千万资金之后，厂长孙成功携款潜逃。承诺回馈给投资者的高阶灵能晶石也被证实品相低劣，甚至只是普通的时候。 今年类似庞氏骗局层出不穷，还请广大市民，特别是中老年市民保持警惕。10万，凌乱妈，你投了10万，那是老林的抚恤金吧？妈，别哭了，都怪我多嘴，说什么买灵能药剂给孩子补身体。 考不上灵能专业，多少也能增强体能。小乱，可别怪你妈，她本来也怕上当，可前几天你学校凶徒的事一闹，你不是最后一个才出来吗？你妈担心坏了，才下决心给你买的。至少你下次能跑快一点啊。妈，没事啊，凌乱妈。 这不是有人在抗议了吗？兴许啊，还能拿回点钱。我们会一直在制药厂蹲守，直到帮大家讨回公道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小乱，你别，我只是约了阿豪打球，没事的。这就去现场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各位，我们需要排一下蹲守的轮班表，别让维权耽误了自己的生活。先这样，大家过来加一下维权群。好，今天就由我先蹲守，大家先散了吧。有情况我会在群里通知大伙。这儿应该能找到线索吧？只要有骗子或者他同伙的地址，事情就好办了。 不是吧？边疆名片都没有，收拾的真干净，这熟练程度，这群人是惯犯吧？谁进来了？小兄弟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你是刚才抗议的领队？我那个刚才后面的门没关。哦，这样。来自刘本的反感，积分加一。我不是在帮他们吗？ 他怎么会对我产生反感？我要找你们的骗子头头孙成功，你带我去。来自刘本的反感，积分加一。刘本，你认识我？我查骗子，他反感什么？喂，刘本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哦，这个，我也是从后门进来的，打算进来找找线索。他怎么越看越可疑？你也别太难过，那个骗子厂长孙成功，还有他的同伙。 一定会遭到报应的，祝他们头顶生疮，脚底流脓，最后会被车撞成植物人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来自刘本的反感，积分加二。你是孙成功的同伙？你说什么？来自刘本的反感，积分加二。骗子居然还冒充受害者，贼喊捉贼这事还真有啊！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一直以来可是我在组织大家维权，什么贼喊捉贼？ 50积分兑换不惑能力乘一，目前积分62。这个积分还得感谢我可爱的同学和自助餐店的老板。刘本能力列表：表演大师级，尊严大师级，法律知识进阶级，厨艺进阶级。
宿主可选择复制其中一项。大师级的表演能力，去拍戏多好，当什么骗子呀？你选择表演？你这个疯子，不仅血口喷人，还咬人！我要告你！告诉你的，你完了！不要你赔我医药费、精神损失费！三，会让你倾家荡产！一，不过二号响应，留本。超过完成。主人，回答我，为什么冒充受害者？这是我们这行常玩的手段。潜入受害者队伍主要有三个好处：一，能最快知道抗议的进展；二，当上队伍组长，就能左右大家的情绪，不让事情搞得太大；三，能博取这些人的信任。 方便下次再骗一次。你这还给我整出心得了，真该出本书啊！是主人，我马上去写。哎，给我回来！行了，我要找你们的骗子头头孙成功，你带我去。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瞧瞧，这叫蓝灰云母，B级灵能晶石，产自猩红山脉，刚啄离出来的。 别看它只有这么一小块，市场价至少15万。哇，好闪耀！<笑>这就是那些灵能者的能量啊！哼，你可别打他的主意，这可是我的命根子，全靠他我才能发家致富。哼，小气，我看你又是在坑蒙拐骗啊！哎，孙总，现在外面可全都在找你。 你还打算一辈子躲着？不怕他们找上门啊？哼，你懂什么？人都是鱼的记忆，这种事情啊，也就半个月热度。过段时间他们都忘了这茬，到时候我就又能重出江湖了。况且我这做的是赌石买卖，本来就不是百分百能得到灵能晶石，想要占便宜的会是些什么人？ 我可有6个保镖，那些穷鬼就算真找上门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<笑>我们到了，这边。这气场真让人头皮发麻。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啊，孙总。 我小刘，进来吧。小刘，怎么样？那帮人消停点了吗？总算见到这个骗子了。小洛，可别怪你妈，她本来也怕上当，可前几天你学校凶徒的事一闹，才下决心给你买的。咦，你是小刘？不是说了不要带你那些穷亲戚来吗？ 身上老是一股味儿，给他200块就是了。你们这些人老想着占便宜，前几天还有个女人来买晶石，死乞白赖要再便宜点，还说他儿子什么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！没事没事，就是活动活动筋骨。 别担心，没叫你们就不用理会。好你个骗子，让你丫骗人！来自孙成功的反感，积分加2。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说，骗来的钱都在哪儿？ 现在没有拿去投资新的晶石了。还骗？就你那些东西，全是破石头。不是的，不是普通石头，是从王氏制药集团买的灵能晶矿边角料，是。 是有一定几率出含灵能晶石的。那为什么大家买到的全是普通石头？
因为我把灵能晶石都挑出来了，实不相瞒，我其实是个鉴石师，能分辨出富含灵能的晶石。你这胖子居然是鉴石师，一个个这么有能耐，干什么不行？非干骗子？他这个技能好啊，我要是也有这个能力，获得灵能晶石岂不是手到擒拿？你又要干嘛？我可都招了。不想干了，就想咬一个。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您的积分不足，无法发动俘获能力，现有积分25。啊，积分不足是个麻烦，看来平时得多备点才行，不然关键时刻掉链子就完了。我得想个法子，这孙胖子必须得赢，马上找人赚点积分。这个已经打懵了，很难再有新的反感情绪了吧？已经俘获的人好像不会对我反感。这个算了。哎，小刘，外面那些保镖是灵能者吗？他们都不是灵能者，不过是花了不少钱请的保镖，业务能力很强的。主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不是灵能者就行，就在他们身上赚积分了。小刘啊，你去跟他们说，他们被炒鱿鱼了，保镖的位置由我一个人顶替了，让他们立马滚蛋。这没事，就这样去说。这样应该会让他们不爽吧？记住，姿态一定要嚣张点。喂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被解雇了。刚才来的那个小哥顶替了你们的位置。什么？别误会，他不是针对你们，他的意思是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哈欠，哼，怎么感觉有点冷啊？感冒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完了，被发现了。这就是灵能晶石吗？还是第一次看到？那只是普通的玻璃。打住，我信你个鬼。就是这感觉。自从复制了疾风的引阻技能，导致了我的食量大涨了3倍，大部分时间都是饥肠辘辘的，学会的招式却没有立即挥出完全的威力。我有预感，这晶石它能让我重振雄风。这感觉就像饿了7天然后递给我一个大鸡腿啊。不要啊，别吃。我的15万。啊，精力快要溢出来了，这就是灵能晶石。又是你小子大言不惭吗？